谢谢台长。嗯嗯，感恩观音菩萨。啊，这个是我的儿子。啊，1985年属牛的。想问什么？他八个月的时候。不要讲了。看到了，哎，灵性都跑过来了。身上的灵性在他的脑子里，所以他的脑子出毛病了。啊，是是是是是。明白了吗？啊，明白。啊，我可以告诉你，灵性不走，毛病不会好，所以你说怎么办？只有好好的把灵性赶走，不是赶走，送走。啊，送走啊，对对。千万不要跟灵性去考，跟小鬼难缠，所以。碰到事情不要找什么啊，什么施法术啊，什么千万不要搞这些，念经送给他，让他跑。啊、这个灵性蛮厉害的，可以可以。这个灵性非常厉害啊、这个灵性也是你们家族的杀业。啊，是啦，对，明白明白。你明白，你们家里开过饭馆，啊。以前我就不知道了，我们以我的公公是抓鱼的，抓鱼的，爸爸。爸爸也是抓鱼的，哎呦！我本身也是抓鱼的，之后又批发鱼。哎呦，他还笑得出来了。儿子这样，你别看了，等到你晚年，你试试看，你等到哪个地方痛的时候，你就是癌症了。哦，听得懂吗？啊，懂懂。你自己好好的要开始要懂得，最好到了这个年纪了，鱼们也给你抓了差不多了，不要抓了。是是是。改行吧。啊，已经改了7年了，现在再做一点偏门的生意了。啊，就是，他说什么？骗骗人的生意啊？啊？啊，偏门？啊，是了。偏门是什么？啊？对。你现在赶快帮你儿子念，啊，帮他。没，哎呦，哎呀，这么多，哎呀，哎呀，麻烦，嗯，那要念，给他念30000遍往生咒，30000遍往生咒，然后给他念小房子，要念820章，好吧？可以，多得不得了哦，这个鱼哦，全粘起来的哦。在他的身上形成一个圆环，而且像齿轮一样，一个一个，上面全是像人家冰冻的鱼一样的，你还笑得出来啊哈啊哈，所以你就学偏门的，嗯，啊哈啊哈，真的，真的恶心了，不能再抓鱼了，啊哈啊哈，是是，来讲下去吧。啊，台长啊，不过他以前是植物人啊，小孩子，哎，对着嘴巴一点。小孩子他发高烧变成植物人了，之后去医院医，看见了吗？啊，医不好之后去找一个神医，全部医到好了，正常了之后他只是剩下耳朵听不到。你记住我句话、啊、找一个神医说全部医好了，如果全部医好了现在也应该就是好了，就是没医好了，是说你要叫台长帮你医的话，就是说他以后一定不会再发了，这叫医好了啊！这样就求台长哦，他的耳朵听不到，造成他哑巴不能够说话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么多的灵性在他身上，怎么医好得了啊？哦，很难的，赶快给他念小房子啊！哦，还要磕头，还要许愿哦，明白了吗？可以可以，说永生永世不会再造杀业。啊，可以，明白了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自己好好的，你好好修啦。我顺便讲你一句、啊，你老婆在不在这里啊？没有。啊，嗯，你这个人嘛，就是女人缘太大，女人太多。是吧？那是顺便给他看出来的，顺便。是吧？是吧。听得懂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的孩子以后。基本上如果你再要不照着台长这么做的话，基本上就这个样了，很难再恢复了。如果你要照着台长这样做的话，我可以慢慢教他呢能够耳朵听见，因为他现在阳寿还有、啊、明白吗、啊、谢谢。但是阳寿不是太长
谢谢。我现在反正他听不见，我就讲给你听了。他是63岁会走。什么啊？活到63岁。哦，我的儿子啦。谢谢。所以阳寿。啊，谢谢。明白吗？啊，谢谢。但是要好的话，你就要不停地给他念经，让他听得见。啊，谢谢。你们知道聋哑聋哑，因为听不见就会变哑巴。是。所以先聋后哑的。所以聋的人一定是哑的，所以叫聋哑人。啊，因为你聋了就听不见了嘛，听得懂吗？啊，懂懂懂。好了，现在我告诉你，实际上这个孩子的眼睛里就是那个灵性，你盯着他眼睛看，你就看到那个灵的样子了。啊，你别看啦，你看晚上不要睡觉啦。你是台长 啊，整天要看。对对对对。对 对, 对，吓人不啦？啊，我也是怀疑啦，你怀疑了？你晚上我教你一个方法，你只要把灯关掉。然后你点一盏很小的灯，你盯着你儿子眼睛看一分钟，他就出来了，听得懂吗？啊，懂懂。接下来你就发抖了。哦，懂懂懂懂啊，谢谢。咚咚咚了啊，倒水啊，咚咚咚咚啊。嗯，好了。啊，谢谢台长。好吗？啊，好好念经啦。啊，年纪大了。啊，谢谢台长。自己的肾脏要当心啊。啊，谢谢。还有关节。哦，谢谢台长。对不对啊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好好啦。好了，谢谢大家了，啊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台长非常开心，这次能够到马来西亚，我们跟那个这个沙巴的佛友们结个缘，感恩你们这么发心付出，谢谢大家，愿这个佛光普照你们，让你们啊沙巴那个消灾解难，让马来西亚更多的佛友和世界上更多的佛友拥有观世音菩萨的佛光，拥有我们佛的佛光照耀我们，让我们过好每一天。大家记住台长一句话，心情一定要开朗，人一定要想得开，想得明白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假的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今天不等于明天，所以拥有将来就是要把握住今天，所以希望你们忏悔过去，你们会拥有将来，好好的学佛修心，做个好人，在人间就把自己做成菩萨，所以以后一定能够到天上，人成即佛成，愿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你们，愿我们伟大的佛陀永远能够帮助我们离苦得乐，谢谢大家。